在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和副议长杨秀玉一起陪同基隆市议会各党派市议员们以及出席的包括市政府官员等贵宾们，除了互道恭喜，也向所有基隆市民好朋友拜年。议长童子伟期许新的一年和市政府共同合作，让市政更好。非常崭新的新气象，我想政治呢是一种志业，我们必须实施热情跟判断力，然后来努力一起来为基隆市政府基隆市政打拼。我想基隆市议会跟基隆市政府未来在崭新的一年以及未来这一届都会来努力的合作，让我们的市政可以更好。那我想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跟照顾，我们所有的议员也在这边跟大家说恭喜，那感谢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的支持，让我们有机会来为市民继续来服务。那我们希望新的一年开始，我们的市政可以持续的往前进，未来的四年基隆市台湾头会成为台湾的骄傲。感谢大家，祝福大家新年快乐，谢谢。副议长杨秀玉也祝福市民好朋友红兔大展，一展所长。在这里，简单扼要，在新的一年里，祝福我们所有的这个现场的好朋友、与会的贵宾，在新的一年里，红兔大展，一展所长。谢谢大家，谢谢。基隆市长谢国良也亲自带领市政府团队一起来参加基隆市议会的新春团拜，同时期许在议会监督下和议会携手合作，好好做出对市民朋友有帮助的施政。期待未来可以跟议会携手合作，接受议会的监督，好好的做对于市民朋友有帮助的施政。国良在这边会用努力跟谦卑的心情来听从议会对我们的一个监督跟指导，那我们也会重视议员给我们的意见，那我们会好好努力做出一些成绩，跟议员一起对市民朋友交代。在这边祝大家新的一年心想事成，事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副市长邱佩麟则是希望在市议会合作下，让基隆变成一个有爱更好的城市。第一次能够参加这样的活动，非常荣幸，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为基隆市府一起努力，让基隆市民骄傲。我们会在市议会的合作之下，让基隆变成一个有爱更好的城市。再一次跟每一个人说新年快乐，谢谢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谢谢，新年快乐，谢谢。随后由议长童子伟、副议长杨秀玉以及市议员们分别发送10元红包给与会的来宾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平安、一切顺心如意。新年快乐，兔年行大运。新年快乐，兔年行大运。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